我们要让所有的朋友呢更加的嗨。是因为我们的阿姐要出场啦。对，大家都非常的热切期待，还要带来这首歌曲。是，欢迎我们阿姐范文芳带来这首 Beautiful Love。掌声欢迎。称赞很 beautiful， 很 beautiful， 是我是说是你 beautiful too， 我很色嘛，蛮色。因为结了婚之后，自然就会加 beautiful， beautiful， 你们要中文还是英文？都可以，双语。OK， 哎呀，还是来告诉大家，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？工作面？其实我刚刚杀青了《福音岛》贺岁电影，那我相信在一月的时候就很快就要展开一系列的活动，宣传活动。哦，是吗？从去年到现在还没有啊、放假，然后。蜜月吗？啊，蜜月。其实我也是很希望能够赶快有时间去蜜月。是。那你呢？哇，我也是在等你，等我一起，我们一起去蜜月。把老公放在家里，好好的去。啊，不是，我是看你。等一下，你们两个结了婚的人，不要只在那边讲蜜，好不好？你要想到我们 ，OK？ 哎，这是人生大事。哦哦。难道你也是要蜜月吗？这很重要的吗？跟谁？没有，等我找到另一个，我马上去蜜月。他现在要告诉大家是谁 ？OK， 你不要害我，你以为我是你啊？没有，大姐可以让我们到后台好好的计划一下。好的，谢谢文芳，谢谢，就我们阿姐文芳，新年快乐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听过了。